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第一阶段的颁奖。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绘画类特优作品得奖奖项，请唱名道的同学呢，我们准备上台领奖。首先第一位，中正国民小学赖伯章，请上台。健康国民小学黄运成，协进国民小学黄伯宏，崇文国民小学张思涵，侨幸国民小学张雅婷，大同国民小学许艺兴，东区胜利国民小学王殿飞，集美国民小学郭佑君，东龙国民小学邱水仪，以及侨幸国民小学陈行美。在这一个阶段呢，我们要有请教育部我们范训律政务次长，请次长来我们颁发讲座，欢迎次长。有请次长。在台上的小朋友呢，从现在开始，哇，他们就已经展现了他们高度的才华，惊人的创作力。在我们第一阶段，目前是我们绘画类特优作品得奖奖项。好，对，当我们镜头对准的时候，小朋友这个抱一个灿烂的微笑。